出息。你现在要不要再加分？今天我们要来好好的饮酒，哇！哎，听说我们的特调，很期待周慧特调，而且名称叫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失恋阵线联盟，是不被遗忘的时光。我想说，我今天穿这个，应该是跟这个有关吧？我看到今天还有周慧之夜，来出来，我们一起 go。大家我们要走了 ，go。我们今天要来调一个不被遗忘的时光。老师怎么称呼你呢？老师好，我叫 Ted。 Ted， 我们来跟他学一下今天周慧特调，对不对？就是我当时有一个要求，就是因为失恋嘛，然后回忆嘛，好像回忆里头又有点酸酸，有点甜甜，但是有点美颂，就是分手就是会美颂啊。哎，未必，有人分手爽的嘞。对，对不对？谁说分手一定是美颂啊？我知道为什么会从美颂这件事情出发。怎样？被分手。先喝啦，先喝啦，调什么酒精？把这灌醉醒。哎，快来叫一下周慧特调，有很难吗？还 OK。要符合我个人喜好，酸酸甜甜。你的特调的话是用君度，然后蔓越莓，然后还有薄荷这三个，主要是这三个特点。哦，好。对，你是由君度为当基底嘛？对，它有君度的那个味道，那个陈酒的感觉，我觉得那个果香味。重要，因为我不是一个特别会喝酒的人，所以我觉得要有一些果香，比较能够去调和掉那种酒太重。我懂，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属于就是对酒精那种浓度的那种感觉会比较害怕，酒精酒鬼之类的那种感觉。对呀，太辣不行。我们就有一杯酒呢，它叫做白色佳人。白色佳人。然后呢，它里面也有加君度陈酒，然后再加上覆盆子的味道，然后它变成清秀佳人。对。好。大家的本质是单身吗？好，那我们就赶快坐一坐来。第一个先加什么？来，这个。通常这样子是多少？这边是三十。三十吗？第一个是琴酒。琴酒的。对，然后三十。小心！我没有那么容易被吓到，我要加到那条线就行了，是不是？再买一点点。太少了啦，你要加油。对。好，到边。哎，你滴出来了，不好意思，左手比较不口味都扁了。来，最香的君度。哦，君度也是一杯吗？对，一杯。加油加油！哦，要倒到表面张力有没有？哎，好 ，OK， 你很厉害。酸一点的嘛。酸可以。那这一瓶好像很好喝哎。一定好喝的啦。赞。再来一点点的糖，糖的话是那一个。糖多一点。在中间那里，你们看到中间那里一条线，另外一条，里面中间有一条线，大概墨数是一半吗？对，大概是一半，刚好是15哦，我好会倒哦，它真的都线上哎，我很会耶。我决定来斜杠，原来我倒这些东西 OK 的，都没有超过，我好会。我现在夸奖不上去，我现在也没有不要那么骄傲吧，它就是一个线啊。哎，有很难吗？换你来。干嘛吵架？果泥，你来果泥，要上面那一条线。我跟他果泥，你这个只是液体耶，果泥是比较凹凸不平的东西耶。你最好，你看，你看手抖的嘞。你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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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月亮的脸偷偷地在改变。经典老歌适合被周慧翻唱哦。好，再来，我来帮忙的。这种事我怕被你毁了。好了，好，接下来在里面加满冰块。加满吗？加满加满。要吗？真的咔啦咔啦咔啦。对，这样够了吗？一定要满吗？他刚刚是说满小姐。加冰块，等一下不会进到杯子里面。哦。接下来呢？我最想做这个。再上来。谢。然后中了，翘了两下。他怎么办？来。很美。等一下，你记不记得以前我们买泡沫红茶的时候，都会有那个娃娃，娃娃呢会这样。我跟你讲，借我。然后那个娃娃会这样放上去，它会这样子。好了，小朋友听不懂。好适合你演这个角色。可以把它倒出。哦，原来是这样敲一下。好，把这个放在上面。这是什么？就可以挡住它。哦，绿的那些有的，对对对对。哎，我觉得我好有 sense 哦。哇，好美哦。很美。
好像很好喝哎。然后卖做一个漂亮的东西，好可爱啊！洗那个柠檬汁的，然后它就会塑一个形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有一个碗的感觉啦。这个好有创意哦，这样也可以。哇哇！是失败吗？有，他发出刚好在那边，他刚刚发出一个傻眼的笑啊。然后再帮他加一点装饰。啊，你是会紧张哦，我怕手在抖。可能烟抽的比较多这样子。因为没有薄荷嘛，来加一个漂亮的薄荷叶、yeah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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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拿这一杯就好了。所以我现在是要来试喝。新秀佳人。嗯。哦，好好喝、哦，学起来、欸。有没有后悔开车来？有一点。对，我刚刚待会安全，我就把车停在这里。对，这个好好喝、哦。这个真的有它的名字吗？在。贩卖的时候还有正确的名字吗？他今天就叫清秀佳人嘛，所以未来来这边的时候就可以点清秀佳人，是跟中慧同款哦，没错哦。下一款你要喝你原本的，原本是中慧自己的，是你自己的版本，我自己的版本可以。直接你由你来示范的意思，因为它是本身你自己会的东西，对不对？好，因为在家里头我们不会有那么多这种比较精致的东西，所以。我就会用1:1的方式去弄。如果你不喜欢那么甜，你就可以买一般没有甜味的苏打水。但我个人是蚂蚁转世，所以我就会用有甜味的汽水，一个招牌，半杯冰就好。然后，没关系，很漂亮。这样子当然满满是60。好，然后呢，如果你在家里面你没有果泥，这个时候我就会去买外面市售的这种蔓越莓汁，然后就是1:1下去。And then 我最喜欢的君度，我来一点啊，好嗨哦！再来一点酸味，酸味就好，这样子，这样差不多吗？差不多，这样大概10。多，对，好，很凭感觉的一杯饮料，然后我还要装饰啊，美，直接加个100块，对对，好，就这样子，耶、yeah! okay ，因为这个是我的特调，就请娜娜试它，好好好，我来试一下，比较轻松一点的，啊，很好喝。可是不是小姐干嘛揍人？我们在录影哎，因为她的表情看起来有一种不诚恳。不是，因为我这样看，请问这东西多难喝？你们说，蔓越莓汁加雪碧，加有酒精，这有多难喝？很厉害。你后面补这句已经来不及了。你喝喝看，你弄出多真实的那个称赞，我看看啊。我看他的称赞的表现如何？在家里的话，喝的话比较轻松一点，一点点酒精感，然后带一点那个蔓越莓清爽的味道，会好喝吗？重点，好喝啊，好喝啊！哎，怎么喝啊？怎么喝啊？好喝啊！好喝是好喝。你们不要这样说，我告诉你，这个因为它是像果汁一样，你会一直喝一直喝，最后其实因为它的酒精趴数也不算低，是最后你真的可能会醉。会，那这就是我平常在家里面会喝，拿来招待朋友的一款饮品，非常好，大家喜欢。接下来呢，我要介绍我们的评审，先从我们董仔开始，董仔，欢迎董仔。今天呢，我主要应该就是会看大家的这个台风的部分，因为毕竟我是跟着戏剧有关系的哈，所以唱情歌就是还是要点情绪，不是只是给我呆唱，大家表情注意一下。谢谢董仔老师，再尖叫声给我们周老师。是啊，我们是认真的比赛。我本来想说，我就是来看表演就好了，开心笑笑一个晚上，这样子，觉得那这样子一路笑到底就好了。好，不行吗？好，那我就专注看大家表演。好，刚刚老师今天是不是要顺便讲一下，最近好像发了第二张不被遗忘的说这张。谢谢你们。暖了超过一个礼拜了，是常常都会听到我的歌跟看到我的影片在这边，是没错，谢谢大家。这边打一个赞。我告诉你哦，这个蓝胶啊，我告诉你，因为它真的是蓝色，我不是要开黄腔，但是这个蓝胶已经。
快断货了，然后因为它是全球限量500张，是，总之这张专辑很好听，希望大家喜欢。如果你想要发泄一下然后放松心情的话，我觉得夜深人静回到家，比方你们等一下回到家有没有太累了太疲惫，就可以听一下慧儿姐的歌。谢谢周慧老师，接下来欢迎我们的娜娜老师。大家好，我跟你讲了，因为听说今天的参赛者非常的多，所以一个表现不好就立刻举红牌，赶快让他下台留声好不好？是不是不想看难看的表演？所以呢，黑脸就交给我跟董事长了。大家参赛者准备好了没有？谁的眼中尽管嚣张，都爱过吗？带来的贪婪，谁撑得下？一片温暖，究竟是天堂还是苦海？因为今天是那个失恋的真线联盟，然后失恋的人就会有点疯狂，所以就有点就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装扮这样。我有一点害怕，很正常的情绪。我现在我觉得人的安全还是比较想开工。对对对，我给你的分数是中庸的。真的是这个造型会让我有点出戏，但是我有 get 到他想要加分这件事嘛，因为毕竟我这次的翻唱专辑里面有唱这首歌。只有两个秋陪伴的凌晨三点钟，整体造型你现在要不要再加分？这样就叫加分。今天人都不是我杀的，是大大杀。我个人建议先加分啊。针对他的身材讲评一下。今天公屏公是公开，各位，不是你要带气氛，可是你的拍子是错的，你知道吗？错的，错的，所以我才反拍反拍反拍。对对对，是表真的表演的部分，但是单手脱扣子是蛮厉害的。台长应该是个暖男哎，到目前为止只有他一个人注意到这是一个四面台，他要转一圈。跟大家分享一下，我在唱高音的时候，真的是瞬间你要臀部夹紧那个。示范，不能挖坑给自己跳。对啊。今夜星光多美好，是否有寂寞之频道？我们曾用爱互相依靠，付出多少不用计较。想一个人多美好，就算只剩记忆一个参考，被爱放逐到
你若想起我，会微笑。是个有寂寞是平调，我们曾勇敢不想依靠，付出多少不用计较，正视自己的问题，这是一个内心世界的挣扎。那我觉得我自己在人生谷底的时候，看到你们的努力，也会让我想要更勇敢一点。现在的我很好，然后我也希望用我自己的歌声再去温暖更多的人。所以我觉得大家真的很棒。